真的会这么死的规范吗？如果说我超过了十二小时，我就罚三十万。那如果说器官移植、开心<对>这种手术怎么办？<对>我做到一半。其实很多马拉松的手术还是会换班呐、啊，啊、还是会换班，哦、换班自己调配对不对？呃、哎，那那些极端的个案哈，一年不到有几个，说一定都是有马拉松啊什么那些，嗯、那那一定会。 提早去应验就像我们如果碰到总统呃七合一选举，我们一定开始啊，明天排班表，给你可以安排啦，可以处理。你谁接谁怎么轮？对，不会每天都在处理这个事情。好，所以呃那些不过交班呃八小时，现在对看起来对医院的冲击相当大。好、哦，因为八小时有很多我们过去都走责,责任制，对啊<对>、呃，我们呃以前说八小时工作八小时，那现现在讲说，哎，有些医院真的那护士很认真的哈。哦 他可以交班交到一两个小时，我每一个要告诉你，他的就十个特征什么，什么注意什么，对，然、啊、后他怎么样，这个老飞飞他怎么样怎么样，嗯、可能可以交接到一两个小时。那一两个小时到底要算在工时还是不要？如果算进去的话，他就实际工作就六七个小时。那还有这个待命班算不算？对啊，这个是更更头头痛。我们在他在医院待命呢，在医院睡觉待命呢，还是在家里待命呢？啊、如果算是工时的话，那更长，啊、更长的，那非常长。对对对对,对。 所以这个一下就超过了十二小时那个上限了，所以医院现在是很紧张的，在在在，我我相信一个新的变局，大家都要互相去去体谅、去适应，才能够让大家这个制度能够大家都可以获得双赢、三赢的局面出来。